我自从看到他了之后，我嘴巴就没有关起来过。上云顶哦，等我。他就看到白线了，他会自己动一下。No， 这个 styling 真的很美，奖牌都是美。各位，试驾系列回来了。哎，今天我们试的是什么车？电动车。嘟。这一辆 Aura Good Cat， 今天这辆车我跟你们讲，完完全全就是冲着颜值而来的，又复古又 sweet， 外形特别好看，真的，你们看。我觉得应该很多人没有听过 Aura Good Cat， 因为它在马来西亚真的是不出名的，它在中国比较出名。然后这一台呢，就是他们在马来西亚第一个开卖的电动车。我只是觉得我今天衣服给它撞到绑绑线，米白色，我们都是。OK， 等下我们加出去哦，也是这个一辆这个颜色，还给我两个颜色，然后我等下再秀你们另外一个。它一共有好几个颜色的，蓝色、青色、白色、米白色还有黑白两色。它的设计上面其实我真的是特别喜欢，猫眼车头灯很 Q， 而且它叫 Good Cat 嘛， Good Cat 就是好猫哦，你不觉得它眼睛看起来很好的猫的样子吗？这个是他们家的 logo， 就是一个感叹号这样子的样子。它整个车哦都是偏比较圆润型的，它不是方方的，它是圆圆润润 QQ 这样子的，有一点复古的感觉。电动车啦，真的是设计上面跟我们一般的油车有很大的不同。电动车可以做的 button 特别多，比较不像我们一般看到的那种路上的车，好看很多。他们的设计更加大胆，更加前卫，然后跟一般的都不一样。反正就是一个字。很美就对了，我已经想象着我开它出去有多少回头率。真的，我嘴巴一直关不起来。我自从看到它了之后，我嘴巴就没有关起来过。OK， 现在我们要准备开始上路了，上车上车。哇，跟我的阿香很不一样。我在想为什么后面有按摩椅功能，他在帮我按摩。那个 setting。虽然跟普通 setting 没有什么分别，但是感觉就是比较爽。阿贝尔这个 brown color 配这个米白色，然后就很 country road 的感觉，有没有？ country road tag。然后这边它整个也是做好这种 brown color 的设计，配米白色， aircon 也是很漂亮，长条形的，很精致。你看这些，蛮像在钢琴上面按那个琴键的感觉，但是它很少 button 啊。我是觉得可能其他 control 都在里面，因为电动车嘛。这个是不是只有电动车才有？用转的，这个感觉很奇怪。你看，还做好这个肩膀的 design， 然后背的 design 两个是不同的，然后也是这个颜色搭配白色，就是比较不耐脏，但是就真的很好看，真的是很 classic 的感觉。我感觉好像去了英国。就是 Mr. Bean 的那个年代，然后你就很想把它驾车去 picnic 啊，或者是去 Boddington 那种地方停下来拍照。各位，给你们看天窗，上云顶哦，等我。OK， 里面看完了，我们现在就出发了，上路，上路，上路。OK， 我现在到了这个 CarPlay， 我们去这个 Dunkirk 这边，出去一点点吧。Head west。哎，我的 CarPlay 不娘。360 camera， 哎，有哎，有哎，有哎！你看我一转弯就有了，打行呢那些出来呀。哎，看我轮旁边的，还有前面的，然后我回来就继续回来我的微小。OK， 我现在戴上的这个是 Eco Mode， 其实我觉得 Eco Mode 也是挺有利一下啦。你看啊，我前面直路啊，我飞给你们看。哦，有没有贴背？有没有贴背 ？OK， Sport Mode。啊。Okay。轻盈了哦，比较一踩就飞。Eco Mode 它可能还会撸，但是 Sport Mode 它可能就是比较比较轻盈啊，好像飞起来哦。闪开啊，女生开车啊。360 camera 就是好用。
其实我觉得电动车的感觉就是比较有力，比起油车，因为油车可能你踩快的时候，你从慢到快你会换牙的感觉嘛，但是电动车不会的，它就是一直同一个 speed 然后冲着去吧。我转弯的时候，这个 steering 它自己会动的，就是它会协助我帮忙我转，不用我转到这样辛苦。它就看到白线，然后它会自己动一下 ，no， 它是要遇到转弯位的时候，它会自己辅助我，然后动一点点，动一点点这样子，哎，辅助。讲到电动车最担心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到底能走多远，然后还有哪里有的充电这个东西。其实我之前，如果你们记得，我有拍过那个Nissan Leaf嘛，我一直很担心，就是哇，没有电了，没有电了，我要去哪里 charge 电？因为那时候Nissan Leaf它可以走300 km 罢了，但是这一台 Aura Good Cat 它是可以走500 km 的，是直接多了那么多的，所以我觉得它续航，而且哦，它不会给你看到那个 battery 一直掉的那个感觉，它是给你看你还可以走多少 km。电动车就应该这样子，就是我心就没有这样乱嘛。你一直说我 battery 我怕的嘞，还是 iPhone 这样。但是他说我 km 我就没有这样怕，因为我知道，哎，290 km 还有很远哦啊，这样子就没有这样子。走啊，怡宝哦。哎，这边好像可以上九后八路、哦。这个是要提醒哦，我的车的后面的旁边，对，就是有车。你看现在没有车，它没有亮了啊。有车靠近，它就会告诉我旁边的后面有车。听这样声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有喝几杯和你粘在哪位？对，我们好像不是唱同一首歌这样的。哎，现在换人家了，阿 Ken， 你要体验一下 Country Road 的感觉。哎，我觉得现在的画面拍起来比阿夏好看多了。以前也是这个角度，现在也是这个角度，为什么现在这样好看？你喜欢吗？还 OK， 不错不错，啊，始终还是比较女性的车，我买这辆 OK 吗？你觉得？你买没有问题啊，很适合你啊。你看啊，它有一个功能的，就是 smart 功能啊，就是在我不打行车的情况下，如果我摆左啊，我给它摆左啊，你看我 steering 啊，摆左，还摆回来右边了、啊，哦，还调整。啊，他就觉得我在没有打行的情况下，应该是我睡着了，或者是不小心偏左了，他就帮我矫正过来。啊，我在不打行的情况下，我摆左。In 500 meters, take the exit on the left. 这个 steering 真的很美，讲拍都是美。我一直很想拍那个 steering。开车开一天会很开心。很漂亮耶，很 photo 机呢，你看。哎，今天的试驾就到这边结束了，回去我们好好考虑一下。目前它的价钱好像马来西亚还没有正式发布，估计是在160,000到180,000之间呢、啊。我们回去考虑一下。大家可以多多 follow GWM 的官方 Facebook 啊，或者是 IG， 看一下有什么新消息。我们下次再 try 别的车。嗨，跟我的阿夏很不一样。